好了，我们要开始。我们将玩这款游戏是 Overrule 不死者之王。那今天的话，要预计抽，应该会抽个200吧。那今天的话，就话不多说，直接来，我们就是混沌开始。那其实我有一点券啊，只是说我们就用这样子比较可以实测，因为券它是固定的，就是固定的三星、四星、五星这样子。来，七色水星，或者因为我已经有人物的话，它就会变七色水星。啊，不是，这个是装备。OK， 人物，三星人物。哎，又是三星人物。第一个十抽不会这么惨，哎，有了，四星人物。那其实最近的话，有再去给他追一下，这我刚刚有抽到。这最近有在追一下动漫啊，那出到第四季，因为我是用看那个重复嘛。再来第二十抽，这阵子又去看了，就再追了一下，重追了一下漫画，到了第四季。那其实我是看那个快速的啦，因为一季一季看，一集一集看，真的太久，而且之前已经有看过了，算是蛮早期的，也有点像是转身异世界那种概念。不过中文有时候那个中文跟那个简体中文，它那个翻译是名字不一样的。来了，第二十抽，好，我们主角，但是他这个是骑士的状态，骑士的状态。好，又来了一个。这是什么四星吗？其实到后期的人就比较杂乱一点，也比较多啦。像这个我就不知道是谁了，应该说我念不出他的名字啦。好，在第三十抽，因为录版的都应该说日版的有点卡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加快速度了。奥义获得君主的盾。四星，所以五星大概就是主角旗下那几个人。第四十抽，来，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人长得很像另外一部作品的人物。像我们主角嘛，我们叫安之嘛，但是在其他地方叫飞鼠，我就觉得那个翻译的名字有点怪怪的。都没有人物吗？啊，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了啦，想起来，那个是不是好像是人类最强的那个战士啊，人类最强战士，就类似好像是60级吗？是不是60级？有点忘了，哎，这第50抽了是不是？第50抽我们出现了一个比较像五星的人物嘛，哦，彩色哎。这个是那个内国的巫师，有一个接近第四季了。啊，我最痛苦的就是我叫不出那个名字，因为那有些名字很难记，像那个两兄妹啊，我就觉得超难记的。彩色的是这个吗？
哦，太棒了！这算是我们的智囊，我们的智囊。像我记得那个之前说，刚刚在讲到菲菲，就是很像菲菲，又很像飞鼠，大家懂吗？就是在我们查资料的时候，有些叫菲菲，有些叫飞鼠，就是那个翻译的问题啦。这应该是后期的一个团队里面的人物而已，出场一下下。哇，那个得了好多哦，啊，这也得了超多了。现在第几啊？第六还是第七？第六还是第七十？好，应该是第八十抽吗？第七十抽啊？我有点忘了。来，这些都跳过吧。那个好像大祭司里面的人哦，有点忘记，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字，最麻烦了。不过他也是一个，哎，我们的宠物仓鼠大人，这也是算一个算是龙傲天的游戏，龙傲天的等级的动漫，由丸山先生所制作。哎，好，我们要加速了，对不对？他只要没彩色，黄色应该就是四星嘛。啊，又这个人，这已经得了三四次了。我只想要的就是我们的雅儿，其他的都还好。黄色，这跟我们的雅儿算是好伙伴。只要没有黄色，我们就直接快转，如何？应该是没有彩色，我们就快转。啊，有了，有彩色了。应该第八十吗？哎呦，我真的最痛苦的就是记这个。我脑袋就是比较弱一点，脑波比较弱。来了。啊！是装备啊！我这么期待的，好，继续。他也算一个五星，好不好？他也算一个五星啦。那我们应该算是八十吗？算了，我们反正大概就抽两百抽左右啦。黄色，哎，我们这次直接跳过，这样子。OK， 只有一个四星，好。然后我们算这算第一百抽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算这第一百抽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彩色，就是最多四星，最多四星嘛，对不对？得到一个仓鼠，但我本来就有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算一百一好了。直接看有没有那个颜色就好了，没有了，四星而已，红色四星，对，红色四星。目前抽到了两个嘛，两个五星嘛，还是三个五星？还是一样。来，我们跳过。
加速一下，加速一下，一样。不死者，来加速。虽然是日版的，但是一定有相对的几率啦，毕竟它是原厂嘛。那原厂的话，一定有不同机。哦，来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大概是40抽有一个几率哦。来了。我觉得是我们主角，对，我就知道他那个声音就是那个配音。而且我不要什么飞飞或飞鼠的人物哦，我就要不死者之王。哎，他得直接动两个，哎，两个五星，哎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而且这次有一个五星人物，然后另外还有得到一个，这个也是五星装备啦，算装备啦。来，我们算130好不好？我们从130开始算，来直接。好，没了，没了，直接跳过。来，第140，我们算140好了。没有四星，我们大概在100抽左右吧，在100抽吧，加速版的100抽。彩色 ，yes， 哎呀，只要出彩色就好，其他不重要。来了，啊，又是男生，不过这一次是戴面具的，他戴面具的好像跟那个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有。要装饰他，不是他是不死者之王这个，所以他戴出门的时候他有戴面具。那另外的时期他是用骑士的身份。哎，我讲好烂，啊，跳过。好，我们再90抽，没有了。啊，我没有看到，哎，我没有看到它是什么的，靠，是没有的，在80抽。那其实玩到后期的话，它会有一些五星券，你是可以直接抽五星，但是你也不知道会抽到什么人物，所以就很尴尬。没有了，四星人物而已，一个都没有，太扯啊！有一个四星，在70。没有了，哇，几率开始变低咯，因为刚才有一次是直接抽到两个五星嘛，啊，我没有按到，不要按掉了，对不对？再60，才该来了吧，才。就没有踩，再50好不好？再50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吧？欸，这个得了超多遍了，铁拳的制裁也得了超多遍，这里走开了，只是个佣兵而已，走开，来了。走开啦！
啊，这个超可怜的，超可怜的。然后是第一的剑士嘛，然后就被那个谁打败，然后就开始很堕落。大家其实很强，可恶，这我有了。好，再来五十抽，最后五十抽。我刚刚是不是说，再一个踩就好，再一个踩就好，来了。好运开始来了，好不好？好运到了，好不好？装饰品，妈的，还装饰品干嘛？我要人物啊！哎，第二个装饰品，第二个装饰品。哎，我其实没抽到什么人物，就两三只而已，很惨呢。第三个装饰品，但是它是可以增加你的战力，是真的没有错，增加很多。那个差别三星、四星、五星是差很多。可是我不需要那么多，我要人啊。没了，我们再抽到一个五星人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再抽一个五星人物就好了。感觉这个会哦，啊没了，他要回来原来人的那个状态。直接杀爆了，杀爆了，再来一个五星人物。要没了。最主要看前面这个，感觉有机会哦。没有，直接三星而已。哎，有哎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角群之一。哦，我的牙儿。好，我们再继续，再给他继续下去啊！再抽到一个五星啊，紫色五星就好了。四星也有机会抽到哦，紫色也有机会抽到。感觉好，我们最后十抽好不好？最后十抽来试试看喽，最后的机会到底会不会抽到雅儿？哎，大家等一下，啊，黄色没有，哦，有了，最后的十抽，看一下最后，好，其实我觉得游戏的转蛋几率没有到很高，也没有到很低，因为这次的话也可以跟他的那个有点像是装饰的饰品一起搭配，所以变得说抽到五星有可能会抽到是饰品的部分。这算稍微可惜的地方，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多的人物，但是其实几率整体来讲不算太低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最后，明明就有啊，有一个五星啊，走开，来了，男生的声音，哦，再来一个装饰。好嘞，有点可惜，因为这个人我也有了，所以有了之后他才会得到奥义。
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，我是爱玩搞怪瞎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